家好，我们是 SMG。代锅经典，杨玉环。我看过他，杨玉环刷到 cosplay 吗？好好看、啊。哇塞，这真的好好看。这是真的是哇，水腿长，拿琵琶跳的不是吧？因为琵琶奏起来。哇！但是他这个衣服跳起来真的，没动没动。我觉得跳成这样真的不错了，这衣服好重的感觉。对，还有他头发看上去就是东西。他裙子感觉下面是硬的，这样跳真的很不容易。侯纯纯纯纯，这个是广东人吗？侯纯纯纯纯。侯纯纯。而且是戴眼镜哎、嗯，很可爱，是你的菜。为什么戴眼镜就是我的菜？我觉得好高啊，因为他瘦，显得高，真的。我觉得本来就是本来很高，然后又瘦，然后显得更高了。他看上去是那种学校里面那种很平的妹子，就是那种很文静，校花榜，校花榜上面榜上有名的那种，腼腼腆腆的。我好喜欢这种粉粉的，就是有点像樱花的粉，就那种古装，我觉得好好看。我有刷到过他的视频，长安小师妹，我觉得他叮叮叮的是贼可爱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就喜欢这种粉嫩的妹子。我发现大家的标题都取得好好啊、哦，这个我看过啊，这个我也看过。这个我看过他这个视频，很可爱。我觉得他的景比我们剪的好看。对，他这个布景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而且他还做到了那个撩裙子，虽然很短。对。哇塞！哎，能不能联系一下，把他招进来？看得好好看，好可爱啊！我也觉得。哇，真的太可爱了！我发现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有是做了一些改编，就是在我们个人部分的时候，他表情管理都特别好。这个真的好好。帝王体验卡，哇，封面都不一样，哇。哇，还有，这个叫什么？哇，好多变装啊！这个弹幕。高级弹幕，我跟你要说什么？还有高级弹幕，我们都没有高级弹幕刷的。服装都有三套、四套吧。啊，这个帽子好可爱啊！这个布景就很高级。对啊，而且它服装很多套，每一套都是不同的。嗯，哇，好可爱，这个帽子，这就是 MV 了吧？我也觉得，而且场景啊，这身子好好看啊！它一共用三百，哇，这个真的好看。哇，果然很有创意，像那种原来这就是帝王的感觉，哎，帝王体验卡，啊、不太好。试折扇改变，千转的扇，男生啊，对，男生，是男生吧？在那戴着口罩，很注重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跟摄影师之间的交流，他改变的很像那种，不是很女生那种跳法，挺好的。他有打光，后面照出来影子的那种，而且他哇，一样的，哇，他是这样转的，边转边跳的，好有创意啊！哇，扇子转那么溜啊！你要为他爆灯吗？爆灯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们后面还有很多，来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。哇，很帅！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把这个保留在我们的爆灯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同时期的扇子。男生，然后不一样的扇子，而且还有这个，对，我已经记住他的 ID 了，我也记住他，一生生几个生，忘了，好像是，哇，他的衣服也好好看，有种这个是好像暗夜精灵，就是应该是，哇，这衣服好像扣想到了，有点像，哇，他里面他中间还加了 BGM， 对，他的开头一个影子带你进入这个画面。哇，他的衣服好鲜啊！而且他好好看，好好看，时髦髦是吧？笑起来好好看。这个袖子要舞起来很不容易。嘿呀，袖子挺好看的。小雅同学。唯一到现在是唯一一个男生他们跳的，就是刚刚那个。对，
第一个看。哇哦，拍的好好啊。哎，它的扇子很好看，红色的。真的耶，看没，中间透的。啊，透的。它腿也很好看。这个景真的很美耶，这个景。这个景真的有那种宫廷，对。然后它这个扇子颜色搭配的，对吧？很好看。哎，它那个要是飘起来很好看，袖子也很好看。哇哦，对他记忆蛮深刻的。我觉得他跳的好还原啊。是的。嗯，他跳的很好哎。哇，我现在小雅，我现在心里面有三个名额。我现在心里面有三个。嗯。等一下，我们再等一下，我们再大家这么实诚，等一下我们再说出来，往后看。小水是哪个？啊，这个好像是那个发饰。点了两个那个。哎，他的衣服跟前面有一个女生衣服好像。啊。他还点了两个，在梨窝这个地方。好可爱啊！哎，他衣服跟前面有个很像。是是真的，在那个红色的。不是重复参赛吧？不要欺负我们的脸吧。跟皮皮很像。嗯。哦，它是运镜啊。嗯。哇，它有种慢动作，你看。哇，直接跳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？他们跳的好好啊。他第二段没有扇子啊。对。但没有拿那个扇子跳。跳的好好。但好好。哇！可以可以。这个近景好看。把我们的这个就是道具的这个东西就是 OK 学得很好，掌握的明明白白。对，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封面，我觉得就已经很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蛮吸引人的，我很因为是寿年舞蹈。对哦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不是哪个工作人员翻跳了吧？为了得这个奖，我戴这个头套。跟我头套倒是好像。我觉得穿这么重的衣服，很好哎。穿这么重的衣服能跳成这样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对，因为说实话，就是你衣服哇，就穿这种衣服很考验他的舞蹈框架。这么大一个尾巴嘞！你看他的框架力度都很到位。哇，看这个抬腿，这个衣服真的简直。我觉得他应该跳完之后全身都湿了吧？对，一定满头大汗。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高级弹幕，高级弹幕。哎，这个为什么没有入围前五名啊？我觉得这个服装都很好看。哇，真的很好看。这居然没有入围，很好看。这个没有入围前五吗？哇，好好看，这个我要选它。这个很可爱。我要选你，我要选你。这个我看过，这个我看过。三个人，很多人，不是三人组吗？看一下。三人组翻倍，我看过他们，应该是每个人有两套。对，我看过他们。哎，你说真的，这个哎，这个我也看过，这个我也看过。第一个先翻跳的吧？这个我也看过。我当时说《唐宫少女》翻跳，好像就看第一个，就只有他们的视频。这个我也看过，他们好像是第一个先翻跳。他们这个扇子也好看，这还有队形呢。说实在的，像我们五个人队形，三个人来用是很不错的，很不差，通用。哇，还有剧情，还有剧情，多好！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有剧情？哇哦，按照队形来了。这个为什么没有入围啊？有点合理的解释。还有运镜，又有剧情，又有运镜，很像一个很成熟的女团。对，还有换装。哇，这个名字。谁来给我念一下 ？Green CKS 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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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人的头像跟他的名字，果然是我的老师！哇，真的！哇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他的名字啊，然后加他的头像。哦啊！为什么刚好两分钟？嘿嘿，老师怎么回事？刚好看着两分钟。这个专业人士怎么能参赛呢？他怎么能参加呢？他怎么能在特等里面的评论？他不是应该在前五名里面吗？你们这个避嫌避的也太过分了吧，没必要啊！而且还是我们看最后一个，什么意思呢？彩蛋，彩蛋，彩蛋吗？这还用我们看吗？真的？
恭喜各位同学拿到我们的特等奖师，真的每一个就是翻跳的人都对，真的都很不容易啊。就是像我们，因为我们也就是经常拍这种视频，都知道就是翻跳舞蹈是真的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然后不管是外景也好，内景也好，都要不停的去跳，不停的去跳，然后不停的去听这些歌。所以我真的谢谢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